画面上就是我赴英峰电影特映会现场入口，许多慕名而来的观众特别跟文化部长小野一起来欣赏这个历经八年制作而成的纪录片电影。这部电影的监制是宽谦师傅，与导演福昌峰、制片王亚维共同向观众分享这八年拍摄制作的点点滴滴。释宽谦师傅也提到他对父亲杨英峰的重新认识与了解。因为他的作品又是分布全省，然后分布全球，那这个如果是透过电影来拍摄，我觉得那个可以更可以把它连接的更好一些哦。而且我觉得电影的魅力实在不可思议，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就让人家觉得哦好感动，或者觉得哦他有一点全面性的一种理解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可贵的哦，就是让人家总是觉得容易记得，然后容易感动。那也容易再想要再去深入，又正好有那个展览会，啊，有他的大展了。那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认识我们这位真的是台湾之光，啊的一位真的算是艺术大师了，哎，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值得去做、去努力的一件事情。只是没有想到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这个是始料未及啊。任何艺术家能够通过一个纪录片能够把它保留下来，除了他作品之外，还有他个人的生平啊，他的背景，透过一个纪录片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尤其是这一次这个片子里面的制片跟导演都是我很老的朋友，我很早就想来看了，但是因为时间上一直错过，但是我告诉自己说一定要来看，因为他在戏院上片，我也希望他有很好的票房。他是在台湾是一位非常特异的大艺术家，他有这样的高度，可以比较具有现代精神的，我想就是非他莫属。UF 先生は、まあ、総合的なアーティスト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我认为他比毕加索的创作的能力很强。这个片子拍了八年，其实是因为杨老师的作品不止在台湾，散居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团队等于拍了五大洲，大概去了六个国家、13个城市，拍他的作品，访问他的好朋友，访问他的学生，所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状况。例如我们那个朱明老师啊，就很不容易采访到，因为他的恩师，所以他特别怀念这个杨老师对他的一些提拔哈。思想之前卫，散步之广，那是战后第一人。为什么他能够吸引全球？因为那都是精品的，都是上选的。如果没有杨映红，就没有朱明。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媒体。所谓纪录片，你要记录真实，可是真实却不存在的，我认为了啊。所以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是被拍摄者跟你跟摄影机之间的关系，那你怎么去跟他对话，寻找到新的可能性，对观众来讲新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这就纪录片里面最困难的部分。对对，非常困难的，但真的是需要蛮长的时间慢慢。所以为什么八年呢？所以我要进入宽谦师傅的世界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对对对，那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场景，现在也非常难得看得到，比如说云冈石窟，影响杨老师一辈子最重要的地方。那现在可能大陆都不给拍了，我们拍的时候-16°C哦等等，所以我们都把这些精彩的画面跟艺术相关的这些作品都呈现在大家面前，欢迎大家来看。文化部长小野与制作团队欢迎各界人士共同透过电影来认识这位创作力惊人的台湾雕塑艺术大师，透过镜头看见他传奇的一生。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台北报道。